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华广西暗时新闻，我是张志雄，今天是新历六月二一，古历五月七日，小看麦今日重要消息。五日节连续假期之后一天，高速公路状况是不断，其中下晡三点，这国道一号、五号的路段上发生了六台车的车祸的意外，造成一只。每只中油和台塑油拢要来降低，不过台塑汽油嘛准备要推出新配方的九五汽油，不但要甲中油拼价钱，还要来拼品质。印度是传出毒酒意外因造成九十人死亡，警方逮捕五名的嫌犯。从一开始先来看，是这五日节连续三天假期，这每一天是真烧热。这气象局是估计未来一礼拜也是很热的天气。不过在中西山这南海海面面顶，今透早八点时形成到轻度的风台鲸鱼，这气象局认为来到台湾的几率是不高。气象局是表示，今年这个第八号的风台鲸鱼可能会从南部和东南部来落雨，拜二开始，这南部的转作为天有落雨的天气的形态，这北部和中部是下部来落这雷阵雨，来提醒大家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好，今天是这五日节连续假期最后一天，这高速公路的路况是不断，这国道五号一透早九点外就开始出现这车流，所以来出现到塞车状况。另外下晡三点外，这国道一号中山沟这五个的路段是发生到六台车的车祸意外，两个人受伤送医。一些小客车车头弄个规个拢冒入去，连车门拢关袂起来。另外一台银色轿车车尾嘛是弄个规个海了了。边啊，再班乘客要去桃园机场的国光客运嘛去受到影响。到底啊，下晡三点左右，因为落大雨，国道一号南下32.6公里附近发生六台车烧融的车祸，有两个人轻伤送病院。这个事故嘛造成这个路段大塞车。五股的这个事故哦，那总共有六部车哦，五部小车跟一部大客车哦。那我想主要应该还是说下大雨，那另外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变换车道可能也不当哦，所以造成有这样的一个事故。今日是五日节连续假期的上尾一天，国道未少路段拢出现北上的车条，其中国道五号状况真多，总共发生三件故障车挡车道，北上路段非常的塞，为南港甲宜兰时速干那20到50公里，对连雪山隧道南口嘛造成塞车。国道五号早上从9点。就有这个故障车在隧道里面啊，尤其占用内侧车道。那早上11点多又发生另一起故障车的一个事件哦，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实施高承载管制哦。那我们预估就是今天8点以后，以后有一波非高承载的车辆要进入。国光局有估计今日规天的车流量是200万到240万辆车次。国道一号到国道三号北上的车条会一直到暗时啊9点，国道五号车条要到暗时10点了后再慢慢啊缩改。建议民众会用撇开用路的尖峰，较袂太伫个车阵当中。记者王阿如台风台北报道。再看是空中意外，在屏东关头在8点外，有一台在轻航机械失事，在驾驶员是受重伤送医治疗。现在民航局初步的调查发现，这名驾驶是无飞行驾照，所以是违法的飞行。轻航机下落草地顶端，因为冲击的力度伤大，机体已经严重变形，而且驾驶员就安尼放地伫咧飞行机下骹，无法度振动。警消嘛出动到现场来抢救，马上将受重伤、按过意识阁真清楚的驾驶毛俊腾送病院急救。到了嘛？下了，人还在车上。45岁毛俊腾是空军天宫的飞行员，飞行的经验真丰富。21号早起8点外，伊在屏东关高雄乡的轻航机飞行场试飞拄啊做好的轻航机。按过毛俊腾目前还未取得轻航机的驾照。顶个月，伊才加入台湾大玩家运动协会，打算在7月要考照。按过想未到在试飞时阵就传出意外。民航局飞安委员会已经派员南下，找出失事的原因，初步了解这台轻航机嘛还未取得民航局的合格证，驾驶嘛无驾照，拢是非法飞行。他目前还没取得这个民航局发的那个就是驾照，他来这边就是为了要考。你还没取得驾照跟检验合格证之前，只能在地面上做滑行。哎，那今天为什么要飞？我们可能还要再跟他再问他才会知道。今年3月，屏东大鹏湾才发生轻航机摔落，造成两个人死亡的意外。因为中南部有真侪个非法的起降场，加上无照驾驶的现象未少。暗过民航局因为机材能力不足，和轻航机在天顶在乌白飞，马都现出管理不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林蔡文今日是到高雄来为家己的拼选举，嘛要为着民进党高雄立委参选人来斗光桥。民进党做些蔡文是真受欢迎，尤其在高雄这民进党登记之前的都市，所有之处拢是支持车而落的声音。这个有龙眼的香味，好好吃哦。身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一到一号南下高雄，行程满满，再去出席基督教长老教会感恩礼拜活动。下晡连续为四名民进党提名立委参选人候选，高雄市长陈菊也全程陪伴。在现任立委全部提名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他们再进一步再根深根哈。那两位新提名的旁边这里刘思芳哈，还有赖瑞荣哈，我们也希望他们两位优秀的政务官投入选战。老谢芳原本是高雄市副市长，参加组赢男主立委席次，挑战国民党传统地盘。赖瑞荣曾经是高雄市观光局长加海洋局长，导致前阵小港山区两人拢被外界看作是局系一马。高雄市高雄立委七席由民进党推掉，两席是国民党扳倒。派节目歌出马，蔡文来高雄之行，不只是来过基本盘，也是要为困难山区来打天下。记者综合报道。这蔡文贵车是到美国的访问，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被来安排洪秀柱八九月来出访。不过洪秀柱发声明讲，爱伊家己讲的才有准绳。这么好，外界认为讲，这国民党的总统大选恐惊是上头马车。不过国民党表示，会甲洪秀柱下这定案来做讨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访问美国有真好的评价，到底国民党敢是嘛爱去访问美国嘞？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因为20号突然间发出声明，推翻党主席朱立伦的回应，强调一切爱以伊本人也是发言人为主，因此洪解脱是拍平朱立伦，洪朱两个人无共调，嘛好当来立委真着急。时间够的话，到哪边访问都好。外界也不要讲打脸了、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啊交换意见。把这个优先次序把它排列出来，叫做行进当中整队、哦、那尤其是全国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那中国国民党的浮选的一些机制也要赶快跟候选人这边能够做一个媒合。李伟强调，红主两个人其实真熟，有针对选举内部整合运作的代志，两个人拢有继续在沟通。另外，访问美国往往拢爱十外天，洪秀柱嘛捌跟李伟讲过，都惊家己的时间真正无够。另外，党中央嘛表示，在党的总统人选确定之前，早就针对八九月访问美国行程已经有规划，会搁再跟洪秀柱来沟通。每件事情都是需要沟通的。发挥前是这样，因为之前其实蛮早前就在规划了，几个月前就在规划了。总统选举爱全国走透透，根据立委的了解，洪秀柱可能头一场造势活动会选在台南，也是高雄来举行，对困难的选区开始。另外，洪秀柱的竞选团队后礼拜马进主动中央互相来整合。记者综合报道。所以看是由于争取民进党征召参选台中市第八选区立委的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徐永明，头先是宣布要来参加时代力量党，并且表示不但不会伫个即个选区来参选，嘛要为着即个选区另外增开参选人来互选。不过这嘛好，外界来质疑讲，看到讲即新成立的第三势力的即政党，甲民进党看起来无啥上大差别，即恐怕嘛影响到明年立委选举，即另外最后半区的立委席次。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徐永明宣布加入时代力量党。原本外界叫做伊是因为民进党无来改征召参选台中市第八选区立委选举，所以是换党来参选。不过徐永明对此是否认，并且表示等这选区民进党甲台联整合出参选人了，全力来互选。不过外界嘛关心讲，伊将会伫其他选区参选。徐永明讲无换区的问题，不过媒体嘛问讲，有可能来担任时代力量党无分区立委的名单。这徐永明话对此无言加讲，不过时代力量表示，这不分区名单会交由选民民调来决定。另外，徐永明讲到伊为虾米要来加。时代力量，我相信蔡英文会选上总统，我也相信民党会变成执政党。可是未来2016之后，台湾进步发展的力量在哪里？那我认为应该是在这边，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徐永明讲话嘛，亲像伫个批评民进党无够进步，这么好外界再度来关心，以第三势力的名义来成立几个新政党，亲像甲民进党之间的分别并无相当的清楚。问题就是说，你的政党认同，你要让选民认同，除了要把国民党拉下来以外，那你们之间是如何区隔啊？你不要讲台联哦，光是你所谓的这些白山间起来的这些势力。
那选民也会说我要到底投给谁。他这么认为，也是第三势力的新进党跟这么另外两个进党无法度有效来分别因的选票，而来造成其中的部分进党的本区选票可能是正小的差距，无法度来通过本区立委分配设置的5%的门槛。安尼就算是另外得到正侪的票，不过伊整体本区立委设置可能无法度摕到遐侪，这嘛是另外必须要面对的危机。记者张志雄、吴家宝台北报道。在昨下晡，彰化市有一名妇人，当时驶车去加油时阵，可能因为这天气伤热来戆去，竟然是整台车弄到这加油机，好加载无来造成严重的意外。到市区外面内底，一台自小客车拢无打档啊，就弄去哩加油箱。拄你来弄去啊！记者好，下昼两点外，彰化市中山路面顶的中油加油站，就一将近50岁姓杨的妇人开车要来加油，却弄去哩柴油加油箱。现场的人拢惊一条，可在安全阀马上来拍开，油拢无流出来。那个有安全的那个油质的阻断阀，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开关都断绝了，哎，那个油质哈都没有喷出来。意外发生了后，附近几个人拢惊甲戆去。王刚技术工附近表示讲，家己掉山头公公，才会无小心去弄到。可以中暑，因为天气太热，中暑而已。环境到现场了后，替附近家己的车开落来加油槽的安全岛，研判肇事的驾驶除了掉山，对车的性能也无啥了解。考上驾照只有不到半年了，可能在操作上误踩到刹车，误踩到油门了。中部地区即阵啊，拢是非常热的天气，估计在中昼时间，彰化地区的气温要来到将近35度。掉山头公搁开车，附近才是即阵造成大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是开了2亿元，伫个清水的高密湿地来来去游客中心，不过说为着这景观陆续来拆掉这附近这军方的碉堡，这当地民众是呼吁讲要来保存最后的两座来维护历史。甲看顶半开，看到碉堡的入口，80多岁李老先生是了做兵时阵驻守伫个碉堡的情形。咱即马即坑是啥？入口，好入口。正伫咧起个清水高密湿地游客中心停车场，碉堡边啊，规个拢是杂草，沿过伊入口加浅坑也是保存完整。原本沿着海华线有几落十座个碉堡，沿过随着观光发展，拆加即那村最后两座。50公尺至1000公尺一粒炮台。子孙哦，咱较早个老祖先是安怎安来吼？哦，咱都即摆古迹啊，定咧保存起，你要搁找到这没有办法啦，无迄物件咯啦。早年国强对峙时阵，沿海每50公尺就一座碉堡，迄当阵战争的气氛，老一辈也搁印象正深。经过历史文的遗迹，伫国民政府时期起的碉堡，有伊的地景加时代意义。建设一定是要的。可是以前的古迹可以融入到新的建设里面啊，不要民众发现了你才知道，这不是政府啊，啊，这等于是没有政府的状态。高密湿地是台湾10大湿地之一，有生态多样性。过去这款军事设施位置被看作是观光发展的阻碍，被拆除，怎么又搁被重新检视伊的文化历史价值？台中市文资中心表示，将会提上高级审议委员会来审议，是不是让以历史建筑的名义来保留？审议委员会的想法决定着碉堡的去留。记者综合报道。好，咱即摆看历史建筑，这成功的这案例，就伫台东县的关山，遮原本有一栋这70多年历史的嘉宾旅社，伊只30多年进前的都是计划，这是要拆掉。不过伫厝主甲地方争取之下，这个月9号才通过台东县政府审查的历史建筑，会当继续来保存。关山火车站头一个嘉宾旅社已经核准登录成为台东县的历史建筑。2日，电工所特别举办一场老屋市集，和民众透过园游会熟悉关山镇的古老建筑。台湾经典老车协会也找了将近100台的古董车来到老店，希望大家尊重爱护身躯边有历史价值的事物。老屋跟老车事实上都是老自备的，应该要好好的保存。关山镇嘉宾旅社原本是私人财产，因过经过这边要执行都市计划，面临被拆除的争议了，怎么是变作公共财产？出租愿意提供作为文化导览加教育使用。关山镇公所也讲，会全力维护这栋见证历史的老旅馆。因为既然地主都愿意为我们这历史承担这些责任跟传承，我们公部门更是义不容辞。
有七十六年历史的嘉宾大陆家，司马希望社会各界提供关于陆家的老相片，最近把这栋老旅馆的故事搁再讲给大家听。记者综合报道。好，看了这古迹的保存，刷了要看是台南市林德交流道边啊，有一栋这三四十年的七层楼高的这建筑物，这因为有公安的问题啊，所以林德区公所打算要来向台南市政府来报告，看卖是要来听度。这栋靠近台南林德交流道的七楼半建筑物，甲附近的厝比起来是真奇怪，但详细一看，规栋建筑物唔若钢筋外露，甚至讲物件掉掉的，随时拢有落落来可能。安全问题困扰当地民众侪年。对啊，是很危险呐、啊！你说影不影响生意是其次，只是说比较危险呐、啊。我是没有遇到什么危险过啦，所以我也不评论说有没有什么危险这样。我在这边住那么久，是没有遇过什么状况过。区公所表示，这栋建筑物在民国六十年年建建进前，就已经有一楼到三楼合法的建筑主体。八十五年实施都市计划道路拓宽的时阵，虽然部分的建筑物被征收拆除，但是厝主自认这栋建筑物是无价的艺术品，因此又搁开始违规建到七楼。而厝主伫十多年前就搬走，厝就一直空到现在。一年以来，嘛产生不少的环境卫生甲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就是依照我们台南市空地空污管理之条例哈，我们去做环境卫生的查报。那我们现在预先通知屋主在做改善，如果不理会的话，我们再会请环保局跟卫生局来做开罚的动作。针对这栋建筑物的违建部分，林德区公所嘛强调，建议将的查报起付必要的时阵该贴就贴，要还好民众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记者王进行台南报道。中油甲台塑明仔载开始，即国内汽油是降两甲，柴油是降三甲。不过台塑除了要来拼价效，要来甲九五汽油嘛要来升级，要来甲中油拼品质。三月中台塑宣布油价甲中油脱钩，未低降，甚至一个升降价。现今着国内油品市场大战，台塑唔那是要拍价效战，即嘛一个甲油品升级。将会推出改良升级的九五模型，称作九五 Plus， 而且价效不变。如果不加价又能够 update 的话，那当然是好。就两边都加，就看那个哪边比较便宜就加哪边。台塑这边的九五 Plus 标榜新款代是到九十六，听讲会当提升汽车盈利，等于是九六模型。严格台塑讲，油品推出的时阵名未改变，严格油价绝对是升顶，国内加上价效不变。同款的九五五元，台塑是比中油俗一格。这新烷值其实说真的啦，哈，会比原来我们定的九五的要高啦。加值不加价的，因为我们要必须竞争嘛，就是一定会让消费者满意的一个价格。品它的品质的展现，不只是新烷值一项而已。那整体来讲，这个公司对我们所提供的油品的品质有无比的信心。就中油是自明仔在透早零点开始，汽柴油每公升阁调降两价甲三价，九二无盐每公升是25.7元，九五无盐是27.2元，九八无盐是29.2元，超级柴油是23.8元。台塑将会伫明仔在透早一点底降，面对着两大油品的竞争，那是油质的差异不大，对民众来讲也是介绍管家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今天十波人在运动了后是空腹来啉几啊罐的可乐，倒伫眠床顶来休困，无受到三点钟过去了后，竟然是脚手来软去，无法度叮当送医急救。医生是分析讲，这是可能因为短时间以来啉了真大量含糖的饮料，会有胰岛素大量来分泌，来造成低血钾症，严重的状况可能过来死亡。天气真的很热，来一杯冰凉的有糖饮料，真的真止嘴干，也不过爱细腻。若是空腹饮饮料，可能会伤害身体。高雄有一个30岁查甫人，伫个运动了后，空腹饮可乐，而且连续饮几啊罐了后，就去困。三点钟后醒过来，脚手拢软去，去予厝的人紧急送去病院。短时间喝大量的含糖饮料，我们就担心说胰脏产生胰岛素，所以说会把那个血液中的钾离子从血管然后跑到细胞内，所以严重会导致严重的低血钾症。经过病院检查发现，这个查甫人血中的钾离子浓度仅仅1.5的毫当量公升，比正常大概3.5到5搁较低。因怀疑是伊伫短时间啉着大量的无糖饮料，让胰岛素一直来分泌，血内底钾离子快速游离出来血管外，造成低血钾症。除了脚手拢软去，若是无紧急来送病院，可能还佫因为无法度喘气来死亡。
民众如果有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话，在甲状荷尔蒙浓度很高，再加上大量的含糖饮料的大量的灌的话，更容易让钾离子从细胞外跑细胞内。医生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把饮料当作水来饮，因为空包的时阵吸收更加紧，所以建议热天也是饮白滚水上好，而且一天至少要补充2000cc，才会当维持身体健康机能。记者王阿如台中台北报道。屏东东港溪的上游在万安溪，不少游客来这佚佗，嘛造成大量的粪扫在这，当地民众是不满讲，这的粪扫亲像永远拢清不了。屏东太武乡的万安溪水正清无污染，这里游客大家倒笑不了。最近三年只是热天的假日，溪边拢是人挤人，也不过人多了，粪扫也清不散。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天气。求你带领我们在路上都能够将所有的垃圾都能够清理得干净。以前水很清，大人小孩都在水里面玩，也不过现在的万南溪四季都是游客野餐行白了老的粪扫。因为不管再怎么讲，他们还是一样会乱丢垃圾。有捡不完的感觉吗？嗯，礼拜六礼拜天都很多人，有时候甚至会塞车啊。为了要恢复溪流的原貌，部落的青年发动净溪，因家己画看板，叫大家做阵来捡粪扫。净溪活动已经持续三冬，一年两遍到三遍，每遍捡的粪扫拢超过十大堆。垃圾那么多，对，下台风天或是下大雨什么冲走了，它是不是流到海里面？啊，海是不是更多垃圾在那边？万南溪是东港溪的顶楼，也是白云做万南部落的资源。溪水无清气，画面全粪扫，有当时啊，一个规定的三部车就直接塞伫咧溪流里面。部落青年讲，即卖万南溪真正是无平安。记者综合报道。钢琴音乐家洪怡文罹患渐冻症，因为高档咯，伊拢靠着机器来协助伊喘气，不过伊无被放弃，透过目睭来控制电脑来写册，安尼精神是互人真感佩。倒伫病床顶面，医护人员伫边啊照顾，连基本的喘气拢啊靠呼吸器来维持。伊是得着罕见的运动神经管疾病，俗称渐冻人的彭怡文。发病之前，其实伊是一个有名的钢琴演奏家，无想到九年前发病，让伊对天堂落到地狱。即阵个来使靠呼吸器来维生，不过伊对生命充满热情。三年前决定用目睭控制电脑来创作，写下14万字的新册《无言的天空》。怡文今天这样艰辛的走过来，他就是抱着没有放弃的，就是没有放弃。因为厝内底人对伊无放弃，彭怡文对钢琴家化身为作家。医师表示，运动神经元疾病属于罕见疾病，较会发生在40岁到60岁中间。一开始上电来看的症状就是手指头啊、尾端神经无正常萎缩，这就是发病的警讯。从发病到被确诊，平均要12-13个月。刚开始 的症状非常轻微，很难去判断。那慢慢的一两年之后，就会他的肌肉就慢慢从中心开始发展到呼吸衰竭。好发期大概40岁到60岁之间。那开始的时候就是小肌肉的失没有办法控制，那容易跌倒，四肢无力。那到了最后期的时候，就是要瘫痪在床上，要靠呼吸器来。不住呼吸。目前全台湾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病人初步确诊大约800名，目前医院无多用药来医治。医师呼吁，即个发病有症状，并且爱提早就医治疗。3年到5年来，存活率有80%。即个家属用心来照顾，病人上长会使活20年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是印度的孟买近期传出严重的毒酒的意外，死亡人数已经来到90人，警方已经逮捕5名制作毒酒的这嫌犯，未来进一步调查。印度孟买五零四级毒酒离死亡的两者，20号举行集体丧礼，家属不仅亲人往死，情绪真激动。我的弟弟4个孩子。छोटा-छोटा बच्चा है, पहले क्लास में, दूसरी क्लास में, सब पढ़ रहे हैं, छोटा-छोटा बच्चा है, औरत घर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उसका भी हाथ जला हुआ है,
印度俗家俗酒真多，上少一罐要不加一颗美金，暗个品质是让人真烦恼，常常加入工业原料甚至砂糖水，增加水茫茫效果，中毒事件常常发生。这摆毒酒案件发生的喜马德拉地区是孟买北部散车人多的所在，真多人贪小来啉。17号出现了无数些镜头，三天内底死亡人数破90，是10年来上严重一摆。目前还够真多人大医，当局估算罹难者可能增加到3位数。当局表示，一定对酒驾来处分这事件，已经逮捕五名涉及毒酒嫌犯，也将当地8名警察停职处分，原因是因有愧职守，做事协区内底违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温度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温度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温度27度到35度，东部地区温度26度到33度，华东部分温度25度到32度。像最后，咱们做会看的是这国际瑜伽日，各国的民众做会来做瑜伽。感谢收看今天的暗时新闻，我是丁旭雄，大家再继续收看公视晚间新闻，咱再会。那我先唱，你手速动得还不错。对对对，我花很多钱，花很多钱还这样，什么意思？就知道，哎，没事没事。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我愿意为你忘记我。每周日晚上9点，公共电视13频道，大家一起来玩音乐。因为容易淹水，涉及到禁建将近半世纪。从淳朴走向了混乱。那么我们就具有一个目标，早日发展，早日解除禁建。双河围绕是梦魇，也是机会，涉及到该如何与水共生。6月22号星期一晚间10点，我们的岛为您播出《双河之岛》。大家好，我是赖佩霞，很高兴公视谁来晚餐邀请我担任你们的神秘嘉宾，跟所有的家庭成员里面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的挫折跟他们的成长经验。我非常珍惜公视的这次机会，因为多年来我致力于心灵成长的研习，所以希望能够借由各种机会能够跟更多的人分享生命经验。公视透过许多节目，让观众用更和善的角度去关怀社会。诚挚地呼吁大家，用实际的行动。